把人给我带上来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呢。这是西山的春茶，听说清雅甘甜。 最能解心烦气躁，来喝一口。现在最心烦气躁的是你吧？你也不必嘴硬，最好盼着你的好夫君日落之前能出现。自投罗网那是蠢货，我熊希友最不喜欢的就是蠢人，我夫君才不会中你的圈套。别白费心思了，最好现在就杀了我。 省得我在这听你放屁。我原本还想，若是李红斌不来，你对他死心肯从了我，我一高兴，说不定还真会心软饶你一命。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，倒让我下定决心了。报，主公，李红斌到。好。
你到底还是来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别给他，就算他拿到图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本来就要杀我，现在这么多人，你一定救不了我。不要犯蠢，拿着图赶紧跑。你若是不给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 一手交图，一手交人。不要把图给他！闭嘴！住手！我怎么知道图是不是真的？李红斌，你不要给他！快给我！ 让我看看有没有事啊！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真是郎情妾意啊！你们就在此好好互诉衷肠，去地府继续做苦命鸳鸯吧。送他们上路。 撤！撤！
竟然是诈！竹筒为什么燃烧？你定藤抄了一份，交出来！大魔头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没关系。 大不了，我们就一起死在这儿。小心啊！ 你的伤不要紧吧？要不要再歇一下？不碍事，父亲母亲还等着我们呢。你呀，就知道逞强，里面裹得像个粽子，外面看起来倒是没什么事，狡猾。这还不都是像我这狡猾的夫人学的？大魔头，我这次真的给李家添麻烦了，没想到父亲母亲。 真的愿意用矿脉土来换我？那可是金山银山啊！就算是一座矿山换成金子，怎么也得有一屋子吧？更何况是十几座？不是李家，是我们家。是，是我们家。还好，我夫君英雄盖世。 既抓住了宋智，又拿回了图，图已经毁了。什么？大哥，你想要的东西？这种戏份。
一旦暴露在阳光中或者温度过高，就会腐蚀突厥。我们军中传递密报的时候，为了不留痕迹，常用此法销毁密报。真的毁了？是啊。哎呀，别傻了，金山银山都没有一个熊希若重要啊。李景佑，给我喝口水。宋智，喝什么喝？我告诉你，别耍花样。我都被绑成这样了，我还能耍什么花样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你的舅哥，你最好对我客气。庆儿要是知道了你做的事情，是绝对不会为你求情的。庆儿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？黄毛小儿，今后你最好别动我宋家的门。老爷，老爷，公爷回来了，公爷回来了。公爷到家了。小心啊。父亲，父亲，母亲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都没事吧？怎么样？父亲母亲放心，我夫君一来啊，就把那些虾兵蟹将打得屁滚尿流。那些人在我夫君的剑下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。就这么简单？那当然了。倒也没有那么简单，孩儿还是力战了一番的。好在红玉跟府兵来得及时，孩儿倒也没有受伤。哎呀，甚好甚好，一家人回来了就好，没事啊，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叶大夫，多谢你了。老爷切莫如此，希若是我多年挚友，救他理所应当，况且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哎，叶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日后若有需要我们的地方，李府上下一定鼎力相助。多谢老爷抬爱，在下实在担不起。父亲，叶大夫今后可是有大造化之人，恐怕我们今后是帮扶不上了。什么大造化？你怕不是生病了，脑子坏了吧？要不然我再给你治治。好了好了，赶紧进屋吧啊！我已经备好了饭菜，待会儿吃完饭沐浴一番，解解乏，去去晦气啊！来，好，走。夫人，我就先回去了，那人还在家里等着我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们就不留你了，免得你夫人担心。多谢老爷，夫人，在下告退。走吧，冰儿，走，快，走走，等我一下。来了，母亲。叶芷涵。接着，这不是你的白玉牌吗？宋智说，这个玉牌是什么皇室遗珠，公主身份的象征。公主？你？当然不是我了。那不是你，也不是我呀，给我做什么呀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。到谁了？哎呦，到我了，大娘！你们打马吊都不累的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挂子别。我跟你说，西风，阿娘，西风谁呀？阿娘，哎呀，这地上那么脏，赶紧扫一扫啊！快点，笨了。哎，两万。给了我那么多吃的。快点，阿娘，着什么急呀？这不正在出我为什么觉得我的命不该如此？夫人，夫君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您看看他们把家都弄成这样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事咱们回头再说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我刚从李府回来，熊希若把这个给了我，说这个，这不是我给他的吗？他让你还给我啊？你说这白玉牌是你的？是啊。最近啊，驿馆的生意不好，阿娘养了这么多孩子。真的是要养不起了，哎，要不这样，
阿娘啊，把你送到庙里，也许能有个好心人收留你，总比在这儿跟阿娘受苦好。嗯，我不要去。哎呀，你听话。阿娘，你看，这是他刚才给我的，他爹娘一定很有钱，你把他留下来养大，这个东西换钱养孩子吧。哎，阿娘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娘不把他送走了啊。这个呀，谁也不许给，听见没有？一定要收好了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阿娘不让你走了啊。好了好了。熊希洛，你竟然敢偷我的琴去卖钱，快把白玉牌还给我。不是我偷的，是叶之寒。胡说，叶之寒哪有这个胆，快把白玉牌还给我。还给我。就不还。还给我。啊，夫君，阿娘，姐夫，啊，夫君，怎么了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姐夫，姐夫，醒醒啊！女婿，姐夫，夫君，姐夫，女婿，没事吧？快醒醒！怎么了这是？姐夫，醒醒！我没事，你们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，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装什么装呀？走走走，没事没事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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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继续继续。接啥？夫君。公主。哎呀，西风谁呀？说，公主是谁？如此待我，就不怕我告诉家父？宋国公是明理之人，到底孰是孰非，他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。宋志，你阴谋煽动我大哥危害家人，豢养刺客多番入府行刺，教唆戴如儿祸乱家宅，还绑架乐安公夫人，意图杀害乐安公夫妇。你所做的这些恶行，我们都已查实无误。相关人等的证词口供都已记录在案，你不妨查阅一下，看看可有错漏。若无遗漏，便签字画押吧。我会将此罪状随你一同押回京师，交给令尊，也算是对他有个交代了。这些都不是我干的，你们诬陷我！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你蛊惑利用我谋害李家，就是为了向你的父亲邀功，与你大哥争夺爵位。为此你做尽了坏事，害得我和我兄弟细强险些家破人亡。如今事情败露，是你罪有应得。为什么没把你的罪行告示京师衙门？就是念你尚且年轻，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不也是为了争一个爵位吃里扒外吗？良心贼子，有什么脸面在这里义正言辞地教训我？我的确一时糊涂，铸成大错，现在悔之晚矣。但我奉劝你，你还年轻，要好自为之，回头是岸。不要像我一样，在斗争和仇恨中浪费了自己的一生。罗管事，在。按住他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小人，放开我！带下去！你们这群小人，小人，走！放开我！老爷，哎呀，总算是一切圆满了。可惜云铁矿脉图毁了。不要紧。矿脉图没了，矿脉又跑不了。你们祖父既然能绘制此图，咱们就可以重新发掘。你当为父开了这么多年野灶房是吃白饭的？如今我从这爵位上退下来，家里和朝堂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。咱们正好可以重新张罗一下这掘矿的事情。哎，我也总算可以心无旁骛地做我的生意了。大哥，生意上的事我想请大哥一同操持，
不知大哥可否愿意？若二弟不嫌弃，我定将全力以赴。就这么定了。区区一张矿脉图，难得到我欢喜仙。老是给我开方子，你被绑了一天，又旅途奔波，这是安胎药，快喝了，乖。苦。这是蜂蜜水。伤好的怎么样了？要不然明日再让叶之寒给你看看，调理调理。你夫君我可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这点小伤不用费心调理。夫君，我知道你想回到军营，想当将军。可是那日我看你跟那些人拼命厮杀，我好担心哦。我怕你以后去了战场。我绝对不会抛下你们母子二人的。可，那是你的志向。以前的我，心高气傲，总想着离开云瑶这个偏僻的安乐之地，征战四方，建功立业，不满足于一辈子待在这个家里。有时候我甚至还觉得父亲胸无大志，但现在我有了你，有了孩子，我才明白了自己的责任，明白了父亲的担当。你和孩子，所有的家人，云瑶的百姓，你们才是真正需要我的人，才是我眼前的路。以后我就待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去。那你以后可真得好好伺候好我这个夫人。我现在可是掌握着你们李家的财路。夫人此话怎讲？你忘了，我欢喜仙可是过目不忘的呀。之前我还帮你复原过云瑶鱼图呢。我怎么娶了你这么好的夫人？所以说啊，以后你们李府上下都得好好伺候我，把我哄得高兴了，我才给你们画图。遵命。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哎，咱们李家有这样的儿媳，真是福气呀！是儿媳的福气，父亲母亲都是有福之人，希若也是。小嘴真甜。不过说来，你这个作画的技法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看着甚是眼熟。哦，父亲忘了吗？我曾经在一家人面前做过合家团圆图，您当时也是敬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像是我们家出的那个。哎，
你这是何意呀、啊？父亲母亲，我还有一件事瞒着大家。不会又是孩子吧？啊！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？啊！其实啊，我就是欢喜仙。啊！啊！哈哈哈我就说欢喜仙为什么不以真面目见我，我还担心他找别的画商，原来就是我儿媳妇呀！我现在就放心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扶一下啊！这我就放心了，夫人啊！孩子是真的吧？啊，这次是真的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！哎呀，这吓死我！吓死我了也！景通，又输了吧？哎，那怎么画的不一样啊？什么？啊？这没问题呀、啊。这……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看错了。哎呀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哎，这跟刚刚位置不一样啊？怎么可能？毕竟是当过乱宫的人，一下子扭转乾坤。景通，你是不是移位置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景通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我怎么可能作弊？不可能，我是乱宫、啊。我要把这画回来。哎，你不能动！你怎么能动呢，死老头？哎，不是，你这死老头，你作弊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不是我什么时候作弊了我？有你这么大大哥的？我说你别动啊！你别动啊！别动啊！你才作弊！哎呦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多大的人了？夫人，我不是他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过去点，我来看看。继续。嗯，啊。哎，哎，不是我，不准毁棋。哦。大哥，嗯，哼，老爷，密室又发现了一封老公爷留下的亲笔书信，但不是给您的，拿给我看看。也不是给您的，信上署名是留给我的，信里说明了我的身世。大哥，啊，三弟，啊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想不到吧？我也没想到啊！哎。静儿，你说咱们成亲几年了？两年了。那这两年以来，你每天都这样看着我，不会腻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已经嫁给了云瑶第一美男子，才不会腻。哎，小朋友好可爱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我他们只是三岁小孩而已啊。那也不行，你只能看我。哎，走。哎，爹爹，去找娘。哎，走吧，走了走了。娘子，哎，我要这个。所有的这些我都要。好，好，好，买，都包起来。好嘞，叶公子，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。
夫人，咱们以后能不生双胞胎了吗？你是第一名医，这事怪我啊？哥，姐姐说这是你的剑，姐姐说让我帮她把剑还给你。谢当年不杀之恩，你我二人从此相忘于江湖。穿黑衣服的姐姐说你会给我买糖吃。哦，来，小孩，给你一百两。啊？多跟阁下赌一把如何？小姑娘，跟他赌一把，跟他赌，赌，当然可以，不过要赌就赌大的。赌多少？二十。拿剑了！两千两，加你那只臭鸟，敢不敢啊？小姑娘，你要买包子吗？我没钱。没钱，一边去吧。没关系，不一点没关系，我能忍住。我娘说，小孩饿着长大才会漂亮。要是我不吃包子，就能像姐姐一样漂亮。你这小孩还挺会说话的。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小孩子长身体，怎么能饿着呢？谢谢姐姐。不用谢。爹爹，我饿了。抱歉。谢谢啊。你呀，你不学点好，净跟你那二娘学。跟娘学怎么了？跟娘学有福气。娘，哎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人家真的很想吃肉包子。自从你出生以后，为父就从带一个孩子变成了带两个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
行了，你们俩先回家吧，我去茶楼听书了。我们也要去。哎呀，你先带孩子回家，你还有好多工作要处理。好不容易才出来放放风，夫人总不能只图自己高兴就撇下我跟孩子不管吧。我听书是为了作画，现在我的成名作卖得太好了，我都无法超越我自己了，总得想想办法吧。宝贝，我们帮阿娘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呀？那就下不为例。欢喜先成名之作重印出刊喽，快来看快来买，看一看啊。哎，客官，你看看。终于李府恢复了安宁，云瑶百姓安居乐业，而传奇画师欢喜仙历经千辛万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与李府大公子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越靠近，越无法抽离。